人变强大的方法，面对恶人一定要变成一个特别坏的人。不同的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不同的，恶人有其一套生存哲学。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以恶制恶是天之道。例如狼吃羊，在狼与羊的世界中，狼有着自己的逻辑，羊应该被吃，或者说羊只是一块肉，狼完全无法感受到羊的痛苦，对于他们而言，羊只是食物而已，这无需解释。在这个狼吃羊的世界，狼向羊宣告，我要吃掉你。在没有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，即便羊再聪明，也无法逃脱被吃的命运。在狼吃羊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规则主导下，羊们的敌人不再是狼，而变成了彼此。他们相互检举揭发，向狼献媚。狼爸，正是那只羊在背后说你坏话，你先吃了它，看它还敢多嘴不？狼妈，就是这只羊胆大包天，到处诋毁你，我看它是活得不耐烦了，你先吃了它，看它有没有后悔的机会。最终，连聪明的羊也要狼入虎口了。他在无法用合适的理由说服狼不要吃掉自己，但却有足够确凿的理由说服自己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的羊，生来都是被狼吃的，岂有不被吃的理由呢？只要我生成了羊，就没有逃脱被吃的道理。狼爸狼妈，吃吧，毕竟我是一只羊。所以很明显的逻辑，人只要被恶人洗脑，顺从恶人的逻辑，你该被欺负、打压、剥削。你不反抗，用同情心、爱心对待恶人，那你的下场就跟羊被狼操纵控制一样，最终将被屠宰吃掉。而在黑暗的恶人世界里，恶人往往从不反省自己，即使他们认为自己错了，大部分只是为了寻求减刑的机会。由于彼此的逻辑不同，越是使出善意恶人越是得寸进尺。对于他们而言，坑害你、看不起你、不尊重你都是理所当然的。解释越多，问题只会变得更加混乱。如果你陷入充满恶人的环境时，就暂时放弃对善良的执着，变成一个特别坏的人，因为这是面对恶人的方法。所谓充当恶人，不是叫你做杀人放火等犯法事情，只是叫你暂时舍弃良善。恶人遇见善良的人不会施加怜悯，只会以利益为主去压榨、欺骗、打击、操纵一切可以欺压的对象。良善是人类的无价之宝，其实应该是无人愿意舍去的，不过因为价值观不同，在恶人残酷生存法则里，恶人为了利益是不择手段的。恶人为了自身欲望而放弃良知，伤害别人，例如对人诈骗、剥削、打压、攻击，你要跟他斗，和平大爱反而成为你的致命伤，让你成为继续被剥削、操纵、欺骗的一群。对付他们就只能够以恶制恶，让你的怒火真正的向着他们咆哮，吓得他们不敢再将你当作白痴般欺负。向恶魔施出善意是对自己的残忍，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满足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若无可奈何时，必要时充当一刹那的恶人，对恶人报复。这不是叫你犯法，而是暂时放下善良，因为恶人对善良者从不怜悯，只会继续剥削利用。良善是人类宝贵之资产，但在恶人残酷社会中，只有人吃人与弱肉强食。当你用善意面对恶人时，就是用肉包子打狗，否则你就会变成认为自己应该被狼吃掉的羊，无法逃离厄运。所以其实在社会当中，包括在职场当中，我给你一个非常直接的忠告，就是你必须是一个特别刚的人，你必须不能是一个软的人。因为你知道吗，这个社会它发展到任何情况，在任何朝代，甚至在历史当中，它都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这么一个社会结构，人心的结构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必须变成一个特别刚的人，当然刚不代表硬刚，也不代表横刚，也不代表不讲理，而是当你碰到了一个硬的东西的时候，你要比那个硬的东西还要硬，保证的是你不吃亏。刚不代表着我们没道德没道理，而刚代表着是我们不能够被欺负。所以当一旦有人欺负你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变刚，一定要变硬，你一定要变强。真正的成功者都懂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的道理，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敢欺负你。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变成一个特别坏的人，遇到坏人要以恶制恶，但这个坏人是带引号的，是当你遇到坏人的时候，你要能够坏得起来。所以在我的价值观当中，我说人一定要做好人，但前提是要做一个有手段的好人。什么叫手段？就是你知道人可以多坏，你也可以坏得起来，但是你对好人比好人还好，对坏人比坏人还坏，你就能够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。这就是真正的强者，具备的是霹雳手段与菩萨心肠，对好人善良，对恶人残忍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领悟天道的智慧。这就是人变强大的方法。